这一锅能做几有一千个？哪个？这一锅啊，有一千个蛋吗？一千个不是，我就一千个。负责？就一千个蛋得了。几千个？啊？几千个？啊，几千个。那得。说的你光在我的嘛。几？一袋好多。几十斤？一袋好多蛋。三十斤。三十斤。三十斤。那一斤得百十个。一斤蛋，二百七十个。二百七十个。二百好多。一斤蛋没好多。一个一根是多25个。25个。10块钱，25个当10块钱。厉害厉害，你这。啊。你做这个做了多少年了？我做了2年了。那只手没戴手套啊，这对手不好。手受不了，这很咸嘛，这个东西。咸子盐。能这个盐能用很多次吧？啊？这个盐能用很多次。大不了就好找回了。反正它也不坏。每个天每个天。它越高一锅十不少。一锅十不少盐。循环使用。它就化了。化啊。完全不化嘛。这样的话，要煮多久？一个多小时。都能熟透。一个多小时就熟透了。正常烧是大火烧，有50分钟。50分钟。就这样。就这样，它不化。那鹅还是那糊。这鹅蛋熟得慢吗？啊？鹅蛋熟得慢。鹅蛋。哇，好大啊，这个鹅蛋，我吃一个就饱了，我。我8块一个。8块，8块一个。生的熟8块。啊，生的8块，要熟的。啊，这个鹌鹑蛋是熟的是吧？都是生的。生的。都是生的。都是生的。这不怕弄坏吗？就这样。不怕。弄坏。弄坏。它干坏就坏了，不然还能不坏？对不对？是。要是大功告坏是吧？不好蛋可能就容易坏，好蛋不容易坏。这还能弄上？啊、还这弄了一半了，一半多了吧？哪个？这个锅。大半了。一大半。一大半了。你看这里边了。这是门好手艺啊！就是辛苦一点。你说这哪里干活不辛苦的，是吧？你往饭店送吗？还是什么？送给？自己卖。自己卖。你换哪块的要那么多蛋？对吧？不在老街卖的吗？肯定有要的，肯定有饭店。我好人买。你要下雨了。你们不下雨，要买两三锅。2-3锅。厉害的。在老街上卖。在这卖两锅半。就直接卖这个蛋吗？还不是穿是做成串还是怎么弄？啊？直接卖这个蛋？就是直接卖了。一只一只的卖。这熟的就卖了。你盒子卖的。喝的嘛，装的，一盒装十个，半斤多的嘛，半斤多的，吃挺好的，啊，就是经常吃那个就是烧烤那种串儿，对，那熟，这熟就是要少的，还是戴手套比较好，不戴手套的，不戴手套不是。哎，这受不了，我。
还坏。嗯。哦，不抽烟，不抽烟，行，不抽，不抽，不抽烟，不抽烟，不抽烟，不会抽。啊，不抽不抽。那回来给我抽你那回。哎，不抽不抽，我可能喝醉了，喝醉了抽。平时不抽的。哇。你山上山山是什么地方？济宁。啊？济宁。啊，济宁。嗯，济宁。哦有远哈，嗯，对，现在有高铁了，有车了，哎，高铁了，三个半小时，咋办这样？嗯，以前都是坐慢车都十来个小时，我的，可慢了，嗯，现在快车。现在有那个地铁什么什么，嗯，什么车都有，是吧？高铁，嗯，对。坐回也早。对对。那么冷不冷？冷，现在开始冷了。开始冷了吧？啊，但是都有暖气。啊，有暖气。暖气。嗯。怪。你是山东人？山东是不是山东？哎，对。苏北。苏北。喊你。哎，睡觉了，睡着了。这个喊你吧。嗯，他睡着了。那个。嗯。我觉得喝酒。喝酒了。嗯。他刚才还唱了一个。嗯。刚才还唱了，他不唱了。不唱了，睡着了，干脆睡着了。这东西不好，你看。你那不戴手套吗？那只手。我不戴。你不戴它不关系，你把破。啊，对，破了就会。破了就脱了。只要一破，真的受不了，杀的手疼死了。您弄的橡胶手的厚一点的，这个手套太薄了，我。没事，一次性的。嗯。一次性手套的。一次性，嗯。这里它这个搞不好，它是搞得好。嗯。你看，它不上快，你看。还不成型是吧？对。搞得好。还是在加水。我洗了不知道。洗了容易。洗了它变形。这样漏啊，对，漏就变形。它过来漏。他弄过来有点少了，嗯，这不好搞，知道吗？不容易搞，你不搞好，因为他不能他他啊倒，嗯，确实不容易啊。电视台记者来采访你来了，轻一点，要上电视台。对，这经常你注意点。哎。可以换衣服，哎，这刚才一看你这，哎，洗一脸，打扮，这化妆，不行啊，那太假了就。摇不行，嗯，还摇这个准备工作得弄两个小时吧，得看了，啊，差不多得两个小时。那换护照，护照一个多小时。一个多小时。你不好好，这不是护照护照。哎，这样弄完得三四个小时。这是好的问题。嗯。方便用的。嗯。你不做好不着急，你不做好那他出事了。是，就是、啊、对。他出事也麻烦了，他一塌掉，掉蛋都搞碎了。会掉下来了，嗯。他一塌掉，不是一个不呼来红吗？这不下了吗？这个确实好，这个东西它、啊。还透气，还不行，完全透气。那个？这个是盐、啊，那个盐。啊。透气。嗯。越烧越紧，越烧越紧。越烧越紧啊。